将来能富有的人，往往非常愿意投资自己。判断一个人将来能多富有，主要看三个特质。深耕自己就是最大的投资。我们都知道，一个人的格局决定了一个人的财富，格局越高，财富就越多。其实一个人未来是否能富有，从很多地方就能看出来。因为富有的习惯真的很赚，富有的习惯会给你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。判断一个人将来能多富有，主要看三个特貌，只有深耕自己才是最大的投资。一，会说不。一个人想要更有钱，一定要懂得珍惜时间，而现在大多数人因为不懂得说不，所以把太多的时间花在了不必要的事情上，错过了富有的机会。比如经常刻意合群，每次都帮同事忙，无论大小，不受控制的玩游戏。时间其则是我们最大的财富，只有抓住时间，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效率。二，目标不太多。这个观点的逻辑是建立在时间有限上，一天只有24小时。如果你目标太多，每天要做的事情就太多了，最终的结果是一件事情都做不成。我们先专注于一件事情，将这一件事情做好，然后再去考虑别的事情。三，投资自己。盲目的投资自己，不仅不会让自己更富有，反而会消耗更多金钱。我们需要了解清楚投资自己的原则，投资自己就要从根本上找到原因，只有找到本貌，才能让自己得到富有的真正所在。想要让自己拥有更多的财富，首先学习是不能少的，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，知识是永远花不完的财富。深耕自己，你会得到的更多。最后，谢谢你的观赏，欢迎按赞、分享，并请记得按一下右下角的加入或订阅按钮，加入本频道，谢谢。